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有32个提问，我们依照顺序来解答。首先，香港同修的提问啊，有5个问题。这5个问题都是一般道场可以说是共同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义工啊，应如何护持道场？这个义工发心到道场来呢，目的就是护持道场的啊。那么护持道场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啊，这个条件呢，就是真正要认识道场啊。那么佛教道场，你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，你才发心啊，到这边做义工啊，来护持。如果对于佛教不认识，恐怕不是护持道场啊，可能会对道场啊产生某一些伤害，自己并不知道啊。所以护持这个工作啊，绝对不是个简单事情啊。我想到这个地方来帮帮忙啊，就是护持，没有那么简单